欢迎收睇股中人频道，继续讲埋另外两只嘅核心持股。想定时收睇更多股市资讯同埋个股策略，而家即刻订阅埋 Invest Talk YouTube 频道，揿埋呢个钟仔。新能源车咧系主题之一噶啦，咁但系汽车产业链几长噶，股份又多，概念都多，而且某啲嘅概念咧都几高深噶，个股波幅又大。依一度咧就可以拣下 ETF 啦 ，GX 中国电车2845可以作为长线之选。最后一只咧系雷蛇1337，集团嘅战略清晰，用硬件建立生态圈，再导入升级服务，同小米嘅概念咧几接近噶，但系比小米走得更快。中期整体嘅业务亦都表现几好噶。至于详细嘅资金分配建议咧，同埋买卖策略，可以加入股中人频道 Facebook 嘅私人群组嗰度，会有详细嘅文字描述。Yeah.